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1月2号到1月8号的12生肖的周运势如何喽？运势呢，只有一颗星的朋友呢，就是生肖属猪、还有属兔、属羊的朋友，因为呢，这个礼拜呢，财运比较低迷，会有破财的问题，所以你要记得哦，开销呢一定要节制，要低调、保守为上，才可以让你把钱存下来哦。